刀，嗯，能不能把你的小闹表借给我？明天早上7点准时还给你。那，谢谢。不谢。 什么都没买到，小红，你不饿吗？快进，快进，我不。刀，你干嘛呢？是不是在想心仪呀？胡说！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多 XY！ 想不到我到脑子里出了学习，还有心仪呢。 来的这么容易，是不是？那么大呀！哎，心仪，心仪，滚蛋！你干嘛呢？我刚跟妖刀好上，正准备 kiss 呢。 就被你们给打断了，你们还是朋友吗？差一点就亲上了，这么美好的事儿就被你们破坏了。你说你们，滚蛋！哎哎哎哎，睡觉根本就解决不了你跟妖刀的问题，怎么解决不了了？在我的梦里，我的刀特别温柔。 没有那么绝情了，你们根本就没有进入到我的世界，你们凭什么说三道四啊？同志啊，我劝你醒醒啊！再美的梦都有梦醒时分，你振作一点。你呀，别自己欺骗自己。嗯，你说，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做个梦。 就被你们这么粗暴的给打断了，三番五次，没完没了，一会儿是男的，一会儿是女的，啊？女的？女生进男生宿舍是违反纪律的。哎，有女的来咱宿舍？小红，小红，找我吗？找秋水的。哎，对，他把那书还给你了。 那我搁哪儿啊？不知道，嗯，自己找吧。
小白，为什么赵英男和小红都喜欢秋水？找我？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给我呀！帮个面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想看这个？因为我想看，所以我觉得你也会想看。同道中人，同道中人，我哎呀，简直我都买，我都你，哎呀，谢谢，我太爱你了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大救星啊！那秋水，明天咱们俩一起去看电影。当然，你也看，我你也爱看，我也爱看吧，对不对？你肯定也有一张，那当然我们一起看。那明天呢？咱们提前一个半钟头在军营门口见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。哎，那明天咱们怎么去？要不这样，我跟炊事班班长说一声，咱们搭他们的车进城。别，这样该影响他们工作了。要不我去借两辆自行车吧，反正路也不远。也行，都行，能去就行，能去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也漂亮。我有漂亮。班长，你别过来！我们都知道你有票。就他还不知道，朋友，我有票了。五次了，已经五次了，这是第五次。我刚要和妖道耗上，就被你给搅和了。秋水，我警告你，我最后一遍警告你，要是再敢搅和我和妖道的好事儿，我就跟你玩命。秋水，你就不能冷静冷静啊？能不能不要再折腾了？不就是张，哎呀，这电影票吗？知道的以为你有张电影票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就是个神经病，精神分裂。我的个亲娘嘞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和同学们一起把你扭送到军医那里去，你信不信？你别闹。不信是吧？好。同学们，表个态！对不起啊，我低调，我低调。这还差不多。秋水，谁给你买的电影票啊？我一个朋友送的。哎，什么票啊？《霸王别姬》。你这个朋友不是小红吧？不是。你确定？真不是，真确定。那就太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听出来就是雷神的。恭喜你！不错。对不起，刚才记错了，
不是第五次，是第四次。我刚跟姚导好上，这 case 马上就要签字了，就被你们给搅黄了。我最后一遍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搅黄我和姚导的好事，我就跟你拼了！不是你死再饶我。这人彻底完了。 这要这么下去啊，迟早得进安定了。还有这个，还有他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，无可救药啊！都是女人闹的。 小红，你这么早就睡了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小红，你怎么这么反常啊？这熄灯号还没吹呢，你这就……早睡早起身体好，你们也早点睡吧。安静，晚安。 班长，你也那么早睡啊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也不舒服呀？班长，你怎么也这么反常啊？学习好，训练好，睡眠好。晚安。 大晚上不睡觉折腾什么呢？赶紧睡，我抱着你啊！滚！你滚！干什么玩意儿？嘘啥呀？你去你那边恶不恶心你？
起床啦，跑球啦！哎呀，别说话了。你干嘛，顾小曼？大姐，好不容易放假，能不能让我睡个懒觉？放假？今天放假啊！再睡一会儿。谁在说话，谁就是猪。张一楠，你该起床了。难得起床，你还不起？我没见过你照镜子，一会儿是去见异性吧？男的？哪个男的？来点这个，能显得更好看。谢谢，不用。不用。婷婷，给你，你放这儿吧，一会儿我自己拿。好。干嘛？赶紧刷牙去啊！小红，你也要去给异性约会吗？好的日子还要背英语单词，你就不想和那个谁去约个会吗？滚！无趣，没感觉。走。到。你一看就是硬憋着呢，你得适当的释放一下自己，是不是？你看你那痘。滚。一看就是憋时间长了，你要还这么硬憋着，硬憋着，时间长了，你痘是越来越多。滚！你痘越来越多，就变成什么了呀？你就变成一个痘人。适当的释放一下自己，是不是？滚！释放一下自己，别憋着。你看你还装，硬憋着真不好。Shut up！身体不好，对痘儿也不好。
长，等人呢，啊？你也去约会啊？你也等人啊？我的人不用等。张一楠，你去玩啊？啊啊！你乐什么呀？我，哎，咱俩衣服一色。我是你怎么来那么早？我是不是来晚了？没有，我也刚到。好。秋水。我只借到了一辆车。哦，那我再去借一辆。来不及了吧？那要不这样，我找炊事班班长，让他开车带咱俩去。这样不好吧？路也不是很远，就别麻烦他了。那就只能我骑车带着你了，行吗？那行，你上来吧。啊，你坐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嗯。哎，你带过人吗？我就带过男生。那走吧，咱走了。哎，秋水，我是不是太重了？没有，你睡不轻。哎，不是那个，我开玩笑的。我看看这脚蹬子，不知道怎么。你坐上吧，这回行了，走。你坐好了啊，我搂起来了。哇，有情况！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？啊？什么？我什么人？我带。哎呦！是我。我买了票，我想跟你一起看电影。是我买的电影票，请秋水看的电影。是啊。哎呦呵。秋水啊，赶紧进去吧。多年没挨一块唱了吧？这啊，21年了。对，22年了。我们哥俩也有10年没见面。是11年。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人帮闹的，明白？
客官，什么怎么回事？都是四人帮闹的。不是，现在好了。有什么事儿咱们看完电影再说，好吧？嗯，马上开始了。不行。现在好了。不是什么不行啊？是。是您别打扰别人看电影，好吧？有什么事儿看完电影再说，行吧？您受累。喝汽水，秋水。啊？你看蝶衣这个扮相，好漂亮啊！啊。真好看。天意，那是县城的棺材铺了。我昨儿刚去的，又去找那把剑去了是吗？早不知卖哪儿去了。
知道吧？其实这电影啊，是根据李碧华小说改编的啊。那小说挺好看的，回头你要是想看，我可以借给你。我高中的时候就看了，真不错。真的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。来呀！据我所知，从进军营到现在，你就没跟妖刀约过一次会。就连今天放假，他也不愿意跟你出去。你这个骗子！嗯，那是因为我们俩之间有一个约定，我们约定好。在大学期间要以学业为重，儿女情长呢就暂时封藏，所以今天即使是我出去给他买书，我也不会去约他。你们知道男人是什么动物吗？什么动物？是诚信的动物，是担当的动物，是下半身最好受上半身支配的动物。心仪，我始终觉得你跟妖刀的故事都是你一个人的意淫。那是因为你的智商算发达，情商不发达。好笑吗？你还不如他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班长吗？哎，秋水，你回来的正好啊。你知道心仪怎么跟我们吹牛的吗？他说他跟妖刀一进四中啊，就一见钟情，默默相爱，绝不约会。你说我们能信吗？啊，我们说的可句句都是实话，你没有一点虚假，要不然你问秋水。怎么了你？电影没看？看，看了还跟丢了魂一样。不是丢魂，是忧伤，是因为电影。那电影叫什么来着？那个《霸王别姬》。对对对对对，《霸王别姬》。《霸王别姬》呀。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悲剧呀，秋水，很有教育意义，是不？你喜欢看悲剧？要是我今天放假，一定是去看喜剧，左手拿着爆米花，右手拿着饮料，美的。是啊，我看的是悲剧，可是。跟电影本身相比，我看电影这件事儿，更是他们一出活生生的悲剧。我知道你们想问我什么，可是我现在不想说。就算你们给我灌辣椒水，
上老虎凳，用竹签扎我手指头，我也不想说，因为我现在很烦，烦，火加夜的烦，不胜烦恼的烦，懂了吗？那咱们就散了吧。